Hello，快乐大本营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热巴。Hello，快乐大本营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杨洋。请说出乔晶晶最欣赏于图的三个优点。他不忘初心，然后为人很正直，可以善于发现美的眼睛。请说出于图最欣赏乔晶晶的三个优点。乔晶晶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角色，也很活泼，会鼓励于图，然后让于图坚持自己的梦想。热巴作为乔晶晶的扮演者，乔晶晶有哪些地方是你最喜欢的呢？他比较直白，这一点是我很欣赏和喜欢的。杨洋老师觉得于图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？我觉得他的优点最大的地方就是他在坚持他这个梦想，令人尊重的一个地方。如果不做演员，什么才是两位心中的理想职业？飞行员。做一个甜点师。热巴用乔晶晶的方式给大家说句晚安，不要熬夜吧。晚安，大家，不要熬夜哦。于图同学也来一句吧。是学乔晶晶吗？晚安，晚安，不要摇。累了，累了，累了。晚安，不要摇。